啊，这阿兰的了义跟不了义啊。有人就讲，讲啊，世俗干毋是就不了义，啊，舍利就是了义，啊，是毋是完全共款意思哦？那爱写做遮侪名相哦？我讲哦，即拢无共意思。哦，真了义不了义，就是讲我对法，我是毋是已经讲到究竟啊？哦，那无究竟叫做不了义，能够讲到究竟的叫了义。好，哦，所以。这个部分只是教法，但是这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讲心经啊。心境就讲，哎，你心境是不是对这世间一个很难处理，还叫世俗，所以很难处理的世俗，哦，心境容可以处理的那叫什么？声音啊，哎，有啥咪关键的发生呢？你了解是了解，但是哦，心还阁安尼，安尼怎样？所以吼，了义的人不见得呢，生意。啊，虽然知是知，咧文理的尔，哦，但是呢，你根本都无修到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报障业障还佫无轻，哦，报障业障烦恼障佫无轻，所以有可能你是已经了义了，但是呢，还阁细想。哦，所以世俗跟圣义哦，这我那两边，这我那两边。哦，伫个文字上是拢两边想不对，但是这两边的意思哦无同。哦，我阁画一个图，恁看恁就知。诶，善恶是我那两边相吼，或者是讲苦乐，这我那两边相啊。但是每一个人的善恶标准跟苦乐标准不一样，是因为每一个人为事所现的业感哦无同。因此，安尼时阵，这个善的不是绝对。所以安乐善叫做有漏，所以作者人为善不善，你个人知，啊，作者人为善不善，你个人知，啊，比如讲啊，我未烤鸭吼，未猪肉吼，啊，赚的钱干来铺条造路吼，还感觉伊咧行善，啊，其实不是，伊是咧造业，啊，但是吼，这是伊的善的标准，啊。咱就甲讲讲，阿弥陀佛修，爱就讲哦，伊讲，我都卖做业道，我是哪爱修行，我都卖做恶道，我哪爱修行。但是吼，伊无明中已经在造业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他自己不知道？因为又很强的两边业感，很容易颠倒，颠倒执着他的善跟他的恶啊，因此对。灵性愈低的人哦，伊这两边相就愈厉害哦，愈拖愈远去啊！哦，修观就是要修观吼，咧两边相愈来愈无去哦，迄两边的业感就袂遐厉害啊！哦，因为下骹这是相，啊顶管这是理想。啊，理想当然是信、正信，啊，性是理想，
先要按理想，你无你若无理想哦，很容易取向个取谁好？啊，转来的造业，造什么业？造你贪这边，然后呢，嗔这边，贪这边，嗔这边，啊，业绩做来了，因果就出来啊，啊，因果出来后，你都要接受啥苦报，是啥呢？那愈去你的时候，愈被取消，愈被取消，吼，愈被造业。安尼时候，愈去你念哦，业就愈轻，愈轻哦，苦就愈未出来。安尼往上叫做脱离苦海。你无理想的人哦，无得脱离苦海。啊，这叫做处理。啊，这个处理。啊，但是。有人一定讲讲，安尼是毋是神都唔免分？哈、哦，唔是神都唔免分哈，执着的这吼、個，执着的这叫做恶啊、哦。所以，虽然你刚刚这是神，这是你为识所现的业相，那是真的。哦，因为每一个人标准也无同，你就知迄个唔是真的。好、哦，真的吼、哦、都爱叠加，啊、哦，诸佛咯。拢感觉伊就是究竟的，无唔对，这绝对哦，理想。哦，所以底下生叫做有漏善，底下上叫做无漏。啊是，这脱离苦海，唔是只脱离苦海。这些佛弟子，你若对这唔知，中观吼，这是中观吼，中观啊唯识，一直去哩吼。你若对这观念唔知，你很容易吼，以你的角度来判别这世间善恶，啊，安尼你常常吼，一窝蜂哦执着这边，然后不往上，你一窝蜂哦。你像这个一窝蜂，更不是真两个，很大团。为什么？建出问题。所以不是你大团呀，还了解？这团体不是你大团呀。啊，无啥那佛祖那会答，啊，佛陀那会答，这衣钵传了迦叶尊者，啥那？因为一他乐远离，乐出离，哦，伊袂爱杂居，袂爱杂住，袂爱甲人嘻嘻哈哈。阿婆十大弟子，好智慧第一，好说法第一，哦，好持戒第一，哦，哦，哎呀，遐济第一，那特别酸哩。啊、所以修行不是大团的，伊大团有那些建出问题时，那伊都落去吃，不要出去啊、哦！这就是讲，在这的时候你要善分别，在这是不能起分别，所以这个部分。这个部分是理上，啊，这个部分是事上，啊，在理想这两边上是同时建立，对不对？在道理上，善恶是同时建立，因为吼，无恶的比不出善，无善的比不出恶。所以邪那那有三恶道跟人天圣，那有三恶道跟人天，因为三恶道吼
但人天一闭卡，那封闭落去吼，啊，天就敢若敢若去较起哩较好。但是问题是，伊到脱离三界，无，为虾米？因为是同时两边向去闭出来，因此吼、哦，上天也好，落去也好，没有脱离三界，没有脱离三界吼、哦。就是永远出不了苦海，没有出离，所以莫动作讲安尼已经出离啊，要真正有法度出离苦海的是爱去才有法度，这是安尼，是安尼，不是一家走来遮，一家走来遮吼，伊有生死，伊有生死吼，伊会去落落来，所以甲放下吼无效。你修行无，敢若放念无效，你无飞吼，出去吼无效。爱听，谁那爱听？你听，你较知影讲，我要哪，互这智慧开发出来，这是正确的。你无听，有那些动作，安尼，你会达足侪时间，藏在遮，啊，足侪时间藏在遮，你煞袂记安尼。就跟咱讲，啊，要赛跑，结果吼，我唔知影讲爱安那配速，哦，终点在哪里？我一开始就很认真跑，因为一开始很认真跑，跑到这里啊，结果大部分没有力，又回来这里啊。啊，安尼，哎，叹气，听我啊叹气，啊。这没，这不这不清楚哈、哦，这见邪，然后哎、啊，你为那佛弟子哦，这慧要具足，慧不具足哦，跟他哄也没使，哦，有那在家在闹哦，啊，这邪呢那理上邪是同时哦，所以一共能够这是顿，顿的是讲。一个层次上哎，同时出现，同时出现的，谁那同时出现的都是有比较的，同时可以比较的。比如讲啊，咱坐久啊，坐久感觉艰苦啊，起来那一刹那觉得乐，啊，谁那有这款苦乐的感觉的，同时，伊个时间哦是足接近的，无讲差足远的，坐久不起来，迄个刹那吼，感觉足欢喜，啊，因为伊就是感觉很有足大个苦的业受，啊，毋则起来那刹那觉得很乐，所以两边相就很强。很多业不清的人，伊拢会安那吼，比如讲，我吼好不容易关久了吼，就一出来，哇，高兴的不得了吼，高兴的忘。然后得意忘形哦，得意忘形呢，马上在造业又受苦了。哦，这那为了哦，那诶叫乖鬼人个啊，乖久了一出来了，跟他束缚苦拢无去啊。哦，所以有人希望讲乖久出来的人会当彻底。洗刷以前的恶行，那这样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的哦，因为伊两边相还很强，所以很多一下子突然换出来的哦，一妈凶，喜欢在求这种乐受，就做这样，你一下子放出去哦，伊无得马上转回来，所以你乖哦，就唔好。莫乖一撮啊，要乖就乖较久的，乖较好。伊个两边，伊个一关两边像，伊个足清。